李玖哲太胖，不能上麻吉封面，狂减25公斤，血池秀肌。快点，先生来了来了。李玖哲暌违七年发行新专辑，好友 NONO 现身。看看这汗臭，以前的李玖哲哪有这种大鸡鸡？我们麻吉第一张，我差不多快100公斤，现在72。72，其实花多久时间减下来？十几年。从出道一直减到2013年开始的。如果你看这个麻吉的第一张专辑，封面也没有我在里面，觉得就这太胖不好看，这样的不好看，就没有放我在那个封面里面。所以后来我们到第三个改版，黄立行大哥、麻吉大哥说，我就真没有在封面。是说 Niki 都帮 NONO 唱了婚礼祝歌，那什么时候轮到自己嘞？我是就是很幸福的状态，对。接一下电话啊！这个对，我跟你一起接好了，对。这个结婚啊，这个结婚才什么？对啊，我现在是非常的，现在非常的幸福。这些问题，让我很紧张，让我的腋下都流汗。大哥还没结婚，这些麻吉不敢结婚。让大哥先吗？你们是别怪我。